队长，魂儿，俺求您一件事儿，俺替您杀了马瑞。傻丫头，你就是有机会，我也不能让你这么干。叔这回不仅要杀了马瑞，还要连那几个鬼子官一起收拾。队长，全都花给二愣报仇，行吗？魂儿，你听我说，我等这一天等得有多苦，你不知道。俺懂。我为啥一定要亲手办，你懂吗？你要为死了的铁拳报仇，你不能背着汉奸的坏名声。魂儿，我杨木从小以为自己是杨七郎，做梦都想当好汉。当初要不是晚了10分钟，我早就跟那28个弟兄睡在黄花岭了。可队长，您要是回到前线打鬼子，一样可以报仇，一样可以让大家知道您是个好军人，是个好汉。花儿，你听我一句话，快走算，我求你了，行吗？俺不用你求，你不走，俺铁定留下。花儿。你还没死啊，杨队长？来这儿干啥呀？我来瞧瞧。听说这个塔挺古老的，据说是明朝的。给戚继光修的。哟，那是抗倭名将。我来，你往这儿看。来，从这儿下去能摔死吗？你死在这儿不冤枉吧？不冤。啊，不！说，刚才都瞧见啥了？我就瞧见您了。我什么都没瞧见，什么都没瞧见。你在下面什么都没看见？不跟我说实话。我说实话，我就瞧见花那个丫头了。队长，我明白了，你们俩的事儿，我全当没看见。您放心吧，我绝不传瞎话。您放心吧。放啊！呸！我跟他有啥事儿？没啥事儿啊，挺好的。你先坐下，坐这儿。哎，不了，你也挺忙的，我先下去了啊。从那儿下吧。就是，陪我待会儿。说说你是咋跑的，又是咋回来的？回来后都干了啥事儿？要是有一句掺了水和了泥，还是从那儿下去，懂不懂？懂。好，那你就从马瑞啥时候投敌开始说吧。这个你尝过了？嗯。长官，老太太和东山已经到了，可是宋清不见了。好像是中途下了车，杨木也不见了。杨木是，他不是同他们一起走的吗？是一个吗？好像也是被盗下的车。怎么回事？同参谋呢？同参谋被司令部的人弄着，是不是抢走了？司令部代表活着？这么说，103师的事已无秘密可言了？去，把中山交下。是。我问你，
杨木和宋清平是走得近吗？俺不知道。你们一路走来，你什么都看不到？把饭撤掉吧。是。我听到了消息，103师前线出事了。不过是区区一部分人骚乱。 我的亲信部队正在平山，还有多少个兵力？您可以控制。你们担心这个？那些叛兵难以兴风作浪，我只去3天，定可以将其清理干净。有这个把握。103师有铁拳，但前线和师部各个要害都有我的亲信。喂，啊。 何処？何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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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
两个小时以后，他就可以到这里了。喂，什么？朱家岭所在人哗变，训导主任被处决了。报告，军部急电。等会儿，红兵一六到六七四二到六七四了。 什么情况？小五队是不是指挥？完了！喂，骑兵一团，他们怎么回事？哗变！第十团团长被杀了。连隊長、孫晋が戻りました。孫晋、なぜ帰ってきたんだ？何か重要な情報でもあるのか？はい。どんな情報だ？何か企んでいるのではあるまいな。 你去哪儿了？不能告诉你。我要见马副官。可以。他已经知道你回来，他将在军医院工作着。师兄，我情报要求。是什么？我必须先知道。我有铁拳的名单。是全部吗？ 那么重要的情报，你怎么达到的？我有我的渠道。可你应该知道，黄保中只是要看图的。
宋清人在哪儿？他在楼下餐厅呢，不过有士兵看着他。他在吃饭？是，不过也没看出有什么可疑之处啊。立即核查这份名单。是。老家伙，你来了，你儿子当了叛党，在驱马镇被捕，叫你来，是想让你救你儿子一命。哎，咋救我儿子？认识佟长官吗？佟，啊，我们接通了他的电话，你告诉他，想挽回杨牧一命，他必须宣布放弃华北，否则，杨牧死，你也活不成。那。哗变是个啥？哗变就是反了。你儿子和佟长官就是叛逆。长官，电话接通了。佟长官吗？有人找你，有急事。佟长官，喂喂喂，拿反了。说吧。佟长官。俺是杨母的爹，你大点声，别听，他离得远，听不清。佟参谋，你和俺儿都是好样的，你个大鬼子，有种，这条老命也不要了，你们就狠狠地打吧。哎，哎，喂，喂。好吧，来吧，老子活够了。你开枪啊！你老夫人，你来了。我来瞧瞧，见识见识，看看那些为鬼子卖命的败类都长啥样。老太太，我们是军人，我们在执行师长的命令。汉将被人淬，没一个好下场。马睡，他背叛天道，寡廉鲜耻，修德为人，更不配做代师长。你们要是与他为伍，终将会落得个孤魂野鬼的下场。是堂堂军人，你现在改弦更张，同仇敌忾，还不算完了，是丧家野鬼，不许你穿这身军装丢人现眼，给我脱了立刻滚出去。是杨母的爹？俺是。儿子好汉，爹有种，你就在这儿跟我一起抓鬼子。哎，报告，长官，后方医院来电，师长他们。我送蒙兵，
起きた。非常にいい文章だ。うん。お前、従軍記者に向いてるんじゃないのか？長官、自分は書くことよりも外で戦ってた方がいいんですが。冗談だよ。食べて食べて。記者団はいつ来るんだ？もう順待ちの近くのはずです。1時間以内に着きます。ぐずぐずするな、早くしろ。はい。行吧，今天歇着啊，回头我再听你慢慢聊。队长，我求求你，你想知道啥，我全都告诉你，还不行吗？行。张嘴。啊，不能大。哎呀，别！攒着，一起聊啊。大侠呢？要弹夹干啥？哎，你他娘的带枪不带弹夹？我又不会使，就装装样子。要啥弹夹？王八蛋！说，谁叫你来的？冲田。他叫你来干啥？来找你。然后呢？那就是他的事儿了。为鬼子鞍前马后，你还算人吗？人家给钱，我给人办事儿；你给钱，我也给你办事儿。我给你点钱，你为我死一回吧。说哪种死法，你挑一个。对，跳楼？那么高，你怎么不跳呢？我不跳。坏人我见过多了，你俩这么坏的，我还真是头一回见。这，长官。师傅回去了，念，经核查，名单属实，叛军军官大部分已经被缉拿，少数已归置，前线各部稳定。好，现在马爷的余孽已被肃清，铁拳人员名单已不是秘密了。宋清，他是怎么知道的？他说他有他的渠道。哦，他还说他之所以去火车站，就是为了获得这份情报的事。长官，你要不要当面询问询问？等我们办完事，再见不迟。你去照看一下。是。我们长官说呀，从南和日军开完会就找你。他们几点能开完会啊？十点吧。花儿呢？花儿啊，在病房啊。你帮我把他叫过来吧，我有点想他了。行，那你等一下啊。文斌，长官，上杯茶。是。还生着。我们苦苦等待的这一刻就要到了。二是阿明不屈的英灵，请聆听着复仇的怒吼。还有你们所有的铁拳兄弟。
爸，姐，大人呢？藏着呢。我怎么进来？他说要他们把人和鬼子关系解释在头上，可是会议室门口有好些个兵，麻烦他。过来，小妹。大夫，你还没吃饭吧？吃饭时间从来没有固定。啊，来，你的饭菜。啊。佟参谋让我问您好。他还好吧？啊，那就太好了。有件事情想请您帮个忙。尽管说，只要我能办到的。马瑞和鬼子官几点钟开会？晚上10点。长官，这是啊，刮胡刀，你的胡子长了，该剃一剃了。不，这个调查有大事，你继续。啊。谁？仨人？没人啊？你看不见吗？没有啊，两位。长官，你是太劳累了，需要休息。管家人呢？他好像是回旅社去了吧？怎么连个招呼都不打？这个我也不太清楚。你说，养母现在在哪？这我也不知道。他没跟老太走，去哪儿了？出钱时候他不是和老太已经出城了吗？这个人会不会没走？他爹咱们是不是靠着呢？谅他应该怎么样？我明明就觉着铁拳不出不在，他又回来了。啊，你说杨木是铁拳？不，长官，太紧张了。等这个事完了呀，需要好好休息。你不是好没有休息这个词。
滚啊！嘿，好人，你咋滚啊？那你有钱吗？有一块大洋那么多吗？三块。那我给你钱，你哪来那些钱呢？冲田认识吗？冲田，你不是的，他谁不认？他没有钱。我告诉你，我才是冲田。放屁！我跟冲田是老相识，老相识。你什么点？你这老冲田是鬼子。我告诉你，你别管他是谁了，我给你钱，你吃饱饭不就行了吗？你还能跟鬼？这是什么问题？好，大快人心，大快人心，兄弟，快解开！你以为是什么好东西？我是好人，我是好人。那你告诉我，谁给你俩绑起来的？是个叫杨木的，我们俩。他一定是八路。不是，到底是还是不是？要不是我就给你解开。是八路，是死吧你！連隊長、まだ時間はありますか？ちょっと自分はヒゲを剃っていきたいんですけども。こんな時にヒゲだと、会議はすぐだぞ。すぐに戻りますから。10分だ。はい。来て！社団は？到着しました。ただいま食事中です。ちゃんと伝えたのかな？大丈夫です。起きたわ。髭を剃りに来ました。あいつは綺麗好きだからな。よし。ヤンムを解放して、彼が服のようだ。はい。よし、この件が終わったら、最前線に出し、願いを叶えよう。はい。杨木一定要见过医生。见生死，救死不至，死得不尊严。可是会议室门口有好些个病人，他咋进去？我来想办法。姐，你就是没带头。画什么呢？衣服洗不完了。哦。这些衣服俺都得洗。
有些话我不能不说，我也不怕你告密。老师，您说什么呢？你还愿不愿意继续在这里做？我们都一样。老师您吩咐，学生全听您的。有些事情有危险，学生甘愿为老师牺牲。花啊，你过来一下。哎，哎，你们帮我叫一下马长官的护卫。是一下。长官，还有一个地方我没搜过，城西有个大，僻静很。いかがかな？啊，还好。多谢感谢馆长。こちらへ。他们都是记者吗？冲田大尉呢？彼は何を言ってるんだ。起きた？そのようです。起きた。どこだ？どういうことだ？あいつはどこにいる？文章は見たか？没有。やつはずっとここにいるんじゃないのか？少年大尉刚刚把他叫走了。ではお前が起きたに代わって通訳をしろ。行け。はい。迷惑に補足する部分はあるかい？あ、条件に满意吗？这样就好。他们真是报社记者吗？彼らはみんな本当に記者ですか？道すがら危険性があったので、軍装のまま来てもらいました。あ、你不用质疑、有什么话可以尽管说。他们都是哪些报社的记者？冲田大尉不是说是十一家报纸的吗？医者の身分証を見せてほしいそうです。彼が証書を見たい。見せてやれ。你不用质疑了。那我们开始吧。起きた太陽は満足です。起きたわ。あいつはどこにいる？この会議を何だと思ってるんだ。今すぐ連れてまいります。几点了？我们等什么？そんなに急ぐ必要はありません。もう待てない。始めよう。あ、他说没关系。
不着急。签字仪式必须要等他吗？这是将军的意思。听俺说，从俊杰说时间整，听他信号。信号？他说你懂。队长。有事啊？要是把这件事情给忘了，马长官得后悔死。哎呀，可是他现在也出不来呀，你也进不去。什么事啊？你给我说，我要转告一下吧。你就把我带到他门口，我亲自把东西交给他就行。好吧。谢谢。もう待てないぞ。始める。将军说坚持等一下。将军的命令呢？嗨。啊，可以开始了。可以了。请他们开包检查一下。若仙的脸，一双真假难辨的眼，你就在我的身边，我却握不住你的拳，把我的名字遗忘。只要目光远，想在人间里找到幸福，我埋在你，鲜花会永远绽放。
任太雄！任太雄！任太雄！小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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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丈夫ですか？小根！小根！小根！大丈夫ですか？救我啊！快快！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先生，そんなとこに何突っ立ってんですか？早く怪我人を助けろ！早く行け！啊，下一个是。起きた。今泣く時じゃないぞ。坐到马里来，你也上第二辆车，记住，千万不要出去，不要出来。走。各部约定的时间已到，王参谋，副师长电话。这次都打手术很顺利，他的生命体征还在，
ご苦労だった。会議室では勇敢だったぞ。但是还有一个坏消息，杨母死了。杨母死了？これは悪い情報なのか？報告長官、十三司令課電報。百三師団が我が旅団を攻撃しただと？報告長官、十三司令課電報。捕まえた裏切り者の余罪を厳しく追及せよとのことです。ああ、時間が無駄になった。前線では多くの兵士が血を流している。6日間、いい軍医を選んで前線に、すぐ出発しろ。あ、しゃ。すぐに兵に戻って、三つの班を集めろ。両輩と一緒に出発する準備をさせろ。はい。おい。我々の将兵がここに到着するまでは、絶対に出発するな。当然だ。はい。起きた。連隊長のお見舞いに行かなくていいのか？いいのか？当然。我看看他的情况。起きた。軍医官が有能で、勇敢だった。ただな、唯一の問題はな、彼がシナ人っていう。カカ、ちょっと見てみます。いかんだらねえが軍にはなめよ。メカだ。おい、病院の出入り口を封鎖するんだ。全科を捜索しろ。医療関係者であっても自分の許しがなければ外に出ることは許さん。くすぐりまさん。連隊長は生きているのか？どうしたyou
君がどこに行った？ 杨木叔，你该干啥？赶紧干啥去！怎么就少废话？这里才是应该待的地方。何？垃圾老头，杨木都回家，刚把人家推进来了。哪里？ 扉どこについてる？扉外面。くそ！おい、警告者はどこだ？扉外面、刚才还在这呢。 緊急事態が発生した。そのような命令を受けていない。すぐに前線に救護に向かわなければならん。OK、前線は戦闘中だ。話せ。どうしたんだ。 城門の装着して繋げ。次だ。おい、軍の病院の救護所の中だが、何台だ？出てってどのくらい経つ？
本人从医术业，自认为恪尽职守，救死扶伤，不问政治，却连连目睹倭寇残暴。今通天司徒发誓在黑暗之际诀别于此，追寻光明，以求重生。这个他妈的小狗腿！ 这是医护车，我们是军医院的医生。抓救护车，抓医生！车留队，杨木，放行！哎，兄弟，你贵姓啊？我叫大嗓子。那你们是？我一个杨木，王芳芳，带个黄。 就是咱们绕老远五公里，大锤不到。好！刀枪剑气，钝木雷石，兄弟们，把校尉的后路根搜住！大哥，这唱的又是哪一处啊？ 扬起了！哎！朝气滚滚，云如南。四位多少岁？老猎鹿，半山川，本林地高，日夜寒夜。 一点靠山，五千米，山川万丈，乌云断。谁呀？目は大丈夫ですか？こんなのは傷のうちに入らん。 奴らを捕まえるまでは、こんなとこで死んでなるものか。医官。 斗不过他们了呀！事已至此，死的也要有尊严。李官，这次让我来吧。童参谋，你也来了。是啊。原来你是共产党。你们是？武工队。太好了，我们要联合各方力量，一同打鬼子。这车上有谁？都是伤员。叫上。